觉得小朋友有忧郁症，你也觉得他有？这是他个人的状况。基于教会的立场，其实。我们不可能把会众弟兄姐妹们私底下的生活有哪些状况公布于世。跟孩子深深相信，父母跟姊妹。我们深深相信上帝会带领我们大家看见真相。大家齐被问，还相信宋一鸣吗？含泪力挺教会，真相一定大白。当然有啊，虽然知道。会是这样状况，可是还是要勇敢来面对。我觉得现在的情况大家也都看得到。宋一鸣主理的一起发光教会争议修未算，资深医药记者王瑞玲昨天再度指控一起发光的教友发文一定要有赞美牧者的关键字，暗酸如同紫衣神教。在教会担任小组长的白嘉琪29号敬业出席活动接受媒体访问。我们针对任何的指控做出任何的回应，他得到的结果会是什么？我们真的不希望再造成更多的对立，更多的谩骂，还有浪费更多的社会资源。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期待。我知道大家都很想要答案，但是答案绝对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说的算。我们相信一定会有一个让大家看见事实的机会，相信真相一定会大白。你觉得小朋友有厌倦吗？这是他个人的状况。基于教会的立场，其实。我们不可能把会众弟兄姐妹们私底下的生活有哪些状况公布于世，因为我们是教会。跟孩子深深相信，我们深深相信上帝会带领我们大家看见真相。上面一组气氛有点沉重，再来看看从6年情侣今年8月晋升夫妻的陈志强 and 曾志熙。这里球赛是揪一下，怀孕一直是我们的目标，一直在努力。现在都没有消息。现在消息是可能明天月经会来。排卵期。是。知道的排卵期知识或者是姿势，我们都有，我都啊 ，pose。pose 是定住的，我们又不是定住的 pose， 我们是。好耐心。你问了问。会有画面呢。一直目标也就是要买房子，其实看房子已经看了5年了，然后刚好在去年的9月份有这个缘分，买到这个梦想中的起家处，单全幢27，实际21/23。有戏吗？对，然后我们的床是用一张18万的床。东西的过程有争执吗？没有，完全以夫为天。这些会有不耐烦的很少，通常是我不耐烦先。你要讲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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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个打球好紧张，像